狼人杀，手机玩游戏太上瘾。妈妈给你做一个真的太空狼人杀，不要的试过箱，先盖一个洋房，61厅，双排电梯，硬纸板画出小红，复制粘贴5个，再一人送一个5毛钱的滑板。进去吧，内鬼！兄弟们，我们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熄灯，睡觉。哈哈，我是另一个内鬼，先喝瓶隐形药水。小绿最笨，先从他下手。什么声音？你给我下去吧。隐形药水这么快就失效了？来瓶换色药水，哈哈，这样谁也不知道是我干的。小绿，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麻袋里是什么啊？小绿怎么变成鸡腿了？你是内鬼啊？被发现了。什么声音？难道有人在打架？快下去看看。小红，小红，快帮我，他是内鬼。小粉才是内鬼，他刚把小白杀了。你说谎，你刚把小绿杀了，你是小白。不信我们问内鬼小黄。小粉，招了吧，我们两个都是内鬼。他们两个谁说的是真的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到底谁才是内鬼呢？